참 아름답죠. 아, 今天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日子，是吧？생기가돌지요？啊，今天充满了生命的气息，是吧？여러분이앞에서생기가어디있습니까？那么生命的气息，생기가어디있어요？当什么时候会充满呢？你们找一找。在哪个生机？이건뭐예요이거는这什么遗传基因是吧？生机，这是生命的气息。본질은生命的气息的本质就是什么？真善美。所以是三种颜色。那么我们的遗传基因呢，需要生命的气息。任何人、任何生命都需要生命的气息，因为生命的气息是生命的本质。所以，你们要多多的接受生命的气息。你们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新起点生命原理的讲义以后呢，你们要啊，千万不能忘记的就是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气息啊，进入你们的身体，按照生命的气息，按照生命的旨意，恢复你们的遗传基因，重新激活啊基因的功能。为此呢，你们要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那么生命的气息这句话呢，我们这个宇宙啊充满了力量。其实整个宇宙不是一个空洞洞的宇宙，充满了能量。那么大家听说过进化论是吧？啊，进化论呢不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啊，这种宇宙的超智能的存在它不承认啊。进化论的根本的主张就是偶然啊，没有什么计划。在这种状态下啊，会有这种啊维持生命的计划啊，剪辑序列的排列啊，我们发现没有一个生命是偶然的，是吧？当你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觉得进化论这个主张是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什么是生命的气息呢？大家这段时间우리몸을구성하기위해서는已经听过很多了哈。为了创造我们的身体，为了创造这个世间的万物，물체를창조하기위해서创造物质，물체가필요합니다。需要构成这些物质的基础材料。우리몸이창조됐다。那么构成我们身体的基础材料就是尘土。사실은저바깥에있는흙이아니에요。其实这个尘土呢，不是外边的那个尘土。저흙도상당히복잡한물체입니다。其实那些外边的土啊，也是由各种复杂的成分构成，有钙质，有铁质，有钾磷，嗯。근데다그런물질을所有这些또더작은단위의这些构成这些物质的成分呢，由更小的单位的物质构成，叫分子。물분자。所以我们说水分子。물원자라고그러죠。我们不说水原子。왜？为什么？물은분자입니다。因为水是分子构成。무슨원자무슨원자고합해진거是什么原什么原子什么分子和什么分子的结合呢？수소원자就是氢原子和氧原子结合。원자와원자가이렇게합해져서형성된就是分子和分子，原子和原子분자를좀더먹分子。그분자를탁탁쪼개면뭐가나分子相对复杂，那么再把分子그래서물이라는분자를쪼개면은得到무슨원자무슨원자가나와요？那么具有什么原子？수소원자、氢原子和氧原子构成水分子。그럼또원자를또쪼개면再把原子啊细分的话，원자出现什么呢？원자를쪼개면은그원자구조를알아야原子원자를쪼개면뭐가나오는지那么原子的结构是怎样构成的？원자를쪼개면은그원자는뭐로구성이되어있어요？원자는原子由什么构成？원자핵과原子是由原子그원자핵을돌고있는和围绕原子和不断运动的전자들로서구성돼있어요。
几个电子构成。모든물질은원자로所有的物质呢是由原子构成。똑같아요这是啊。모든세포가다다른세포一个道理。所有的细胞看是不同，但是其实所有的细胞呢都是什么？都是一样的，因为是它。具有同样的基因。那么为什么皮肤细胞是皮肤细胞，脑细胞是脑细胞呢？둘다그세포들을열어보면은那么打开以后呢，这些细胞的结构啊，都是由三万种类的遗传基因构成的。那么皮肤细胞里面只有什么？皮肤细胞的基因被激活，脑细胞里呢？脑细胞的遗传基因被激活。폐유전자간유전자들은뭐하고있어요那么肝肺啊깊은잠을자고这些遗传基因呢没有被激活모든处于沉睡状态所以呢때여러분所以所有的细胞이상구박사가탁被造的时候呢65년전에탁65년前我出生的时候啊我被造的时候呢我已经只不过是一个细胞是吧这一个细胞分裂就分裂成李香九了我是从一个细胞开始的所以这细胞的原构成是一样的那么激活哪一个遗传基因让哪个基因处于睡眠状态那么就决定了不同的细胞所以原子这个物质呢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子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原子啊，门捷列夫的原数表呢？门捷列夫的原数表告诉我们大概有100。저도잊어버렸네120大概有120几个130几个130几个124개嘛124个不120几个反正就120多个元素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元素是吧那么100多个元素呢其实其结构都是都是一样同样的原子就是原子的排列的不同就是几个电子围绕的这个原子核是吧所以说排列不同氢呢就是原子核的思维呢有几个电子在转一个那么氦气呢是两个那么只是基本结构是相同的都是电子围着原子核转只是围绕原子核转的电子核的数量不同而已速度不同而已所以构成原子核的物质呢核里面有什么有中子核양성자의개수에따라서中子和전자의개수가정해져요왜양성자는무선전기를띠고있으니까플러스전기를띠고있고전자는음전기를띠고있으니까양성자电子具有阳性啊阴性那么阳性子里面有正带正电所以他们就阴一阳开始这样不停运动원자핵이是原子核呢원자가是原子核构成的我们看一下图원자핵그렇죠这是原子核이원자핵이이렇게생겼는데요거를확대해서보면은짠이렇게나온다양성자와뭐요중성자로원자핵은구성이돼있다아那么中子和质子构成原子核中子和质子构成이자체가여러분那么这个原子核本身呢원자핵이이렇게돼있다는자체가那么这样构成的本身的是一个奇迹什么奇迹那是什么奇迹结果这样就是这样吗就是奇迹科学家们还没有完全阐明原子核这样构成能够维持是一个奥秘至今还是个谜양성자무슨전기를띄었다고요质子富有什么电性富有阳性的电中性子는전기를띄고있지않습니다中性子呢不具有电荷所以它是中性子所以具有正电极的质子呢짠짜잔짠짜잔相互怎么样相互凝聚的话靠近的话就会排斥是吧밀어내니까저게형성이될수가所以呢它是无法抱成一团的所以
这些带有正电的质子抱成一团，这本身就是个奇迹，是吧？你밀어내는힘은所以啊，那么就像两个正极相互排斥一样，那么同样带有正电的正电子的质子能够抱成一团，这本身就是个奇迹。所以说我们呢，我们有不同的原子构成，是吧？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的身体能坐在这里，本身就是个奇迹，是吧？啊，所以每个生命都是奇迹，创造是奇迹，没有创造，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자그러면여러분那么大家再接着看얘들이지금这些质子呢양성자들이이렇게붙어있을수抱成一团本来他们不应该抱成一团的他们是相互排斥的是吧막뭐직전이요他们是폭발직전이요爆发之之的근데폭발안하고있는이유가뭐예요说相互排斥乃至爆发的一瞬间是吧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们为什么不这样互相排斥爆发掉呢因为外部有一个力量在怎么样在有一个反作用在推动着他们所以他能够维持不排斥那么 这种道理呢是所有的科学家物理学家都承认的事实那么这个宇宙里存在物质本身就是个奇迹啊，明白吗？所有的物质的存在都是由原子构成，原子核里边呢有一种不可能维持现状的质子的存在，是吧？那么之所以物质能够存在所以、啊、在原子核里的这些质子 使质子不至于相互排斥爆炸的有一种力量在怎么样在维系着它、啊、所以说老子讲道反者道之动是吗所以之所以大家能够坐在这里正是有一种力量从外部的力量在维系着你们的生命维持着你们的生命每一个存在每一个生命都是这样啊，是不是很让我们惊讶只要大家再深入学习的话啊，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真是奇妙无比这是一个伟大的能量그래서지금도저힘을저폭원자핵의폭발을방지할수있는에너지를이지구상에우리인간들은생산해낼수가所以防止这些原子核爆裂的这个能力量啊靠我们人的技术人的科学还不能生产出这种力量来啊这种能量是啊无法用人力来生产的力量啊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看不见但我们尽管用眼睛看不见皮肤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却生存在这种能量当中我小时候没能明白人们是通过空气呼吸空气来生存的那么每一瞬间都在呼吸但是啊却不知什么是空气是吧你像小孩子们解释什么是空气就等于是给小鱼儿解释什么是水一样啊是搞不懂的我们生活在哪里就是生活在这种宇宙的大能里面근데그래서칼슘원자所以呢钙原子뭐철분철원자铁原子금원자金原子은원자银原子다같아요뭐만달라所有这些原子呢其实都是由构成它们的结构是相同的只是电子的本质是相同的只是围绕原子核的电子的数不同而已所以万物的本质是相同的万物归一那么这个质子和中子在经过细分以后呢里面有三个这样的物质那么质子里面有三个这样的物质
그걸 뭐래? 더 작은 입자야. 更小的这个粒子叫什么？夸克라고부릅니다。叫夸克。지금현재现代物理学물리학자들이알고있는所能认识的最细小的物质，就是认识到宇宙间所有物质的极限啊，不管它是构成猫啊、狗啊、石头啊、水啊，啊，构成物质的最极限的，人们认识到的最极限的物质就是夸克。뭐만만들어내면夸克만들낼수있어。啊，上帝造出什么就能造出夸克呢？뭐만만들어내면다만들어낼수있어。只要造出什么就能造出万物呢？只要造出夸克来是吧？糊涂了。실수했지야。夸克만만들어내면。上帝只要造出什么夸克，뭐요？那么万物就能构成，人也能构成，就说。构成万物的形质，本体形质已经形成了、啊、任何物质都能用这个夸克来造出来。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所有的物质呢，都是什么？都是由夸克构成的。你也是夸克，我也是夸克、啊、我是男性夸克，你是女性夸克。你是小一点的夸克，我是大一点的夸克。归根结底都是夸克。所以你我、啊、没什么区别，是说两间无一物，只有夸克、嗯、万古一呼吸是吧。所以说上天赋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旨意是相同的，生命的信息也是相同的，生命的气息也是相同的。所以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呢啊，他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创造了夸克，这个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那么这个夸克呢？啊，构成质子和中性子、中子，然后中子构成原子，那么造出120几个原子，这些原子的组合呢，形成无数的分子，水分子，啊，二氧化碳原子、蛋白质原子，啊。各种 糖分的原子，所以这个宇宙就慢慢的扩大起来。那么始发点归结到哪儿？嗯，归结到夸克上。创造就是这样的，不是复杂的。那么夸克是怎么造的呢？夸克是怎么构成的呢？맨처음에이태초에있는거는뭐밖에없어요태초只有什么말씀只有道只有上帝的旨意只有上帝的爱그사랑을가지고거걸만들어야돼用上帝的爱造出근데그사랑은뭐예요에너지爱是什么爱是能量거克는뭐예요爱是力量夸克是物质입자야是粒子그럼에너지가입자화될수있어요那么能量能变成粒子吗能吗에너지가입자화될수있어요能量能转换成粒子吗그럼이제여러분이물리학을조금만배우면你们稍稍懂得一些物理学的基础常识的话就能理解这个道理이물질이물질我手里的这个物质呢物体呢이물체도是由에너지덩어리로되버릴수있어요아是能量的整合吗있어요是一块能量吗为怎么能呢给它装上一个引擎，让它发射出去。用什么样的速度？用光的速度。让它用光的速度发射的话，它就变成了一块，它就没有了，消失了。这个物质呢，整个就变成什么？变成了一块能量。那么速度慢慢的减下来呢？就开始出现物质的形态了。停，这就是它的速度停止了，这就是物理学。质量和能量是互相转换的。这叫什么？这就叫相对性原理。这是爱因斯坦发现了这个原理。物体和能量是相互，不是相互没有干系的，而是什么？是相互转换的。所以时间和空间也是什么？也是同样的，是吧？
所以说物理学家相当了不起，脑子很聪明，是吧？所以我们呢，我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互分离的，不是的。那么，已经都证明了，用科学来证明。所以上帝的爱能不能是能量？上帝的爱是能量，这个能量一点把它一点一点放慢速度，它就变成了什么？就成了爱的粒子。嗯哼。就水蒸气在空中飘逸，是吧？那么这个房间里有没有湿度啊？有湿度。那我们眼睛看是什么都没有。那么把温度下降以后呢？这些就要凝结成水滴。啊，水汽就会凝结成水滴，再下降的就会形成霜，形成雪。那么爱上帝的爱的速度啊，从能量转换成物质，就形成了什么夸克这样的物质。所以呢，这个世界存在的所有的物质啊，都是什么？上帝的爱的整合，爱的整个就是上帝的爱，是吧？是孕育着上帝的爱，啊，镌刻着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所以上帝啊，他的道，他的能量没有，他的道没有能量，世界上任何物质都无法存在，因为夸克本身无法存在，所以太初有道。那么这一句话已经包含了夸克要存在可以存在的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上帝的道的话，那么宇宙啊，时间也不可能存在，空间也不可能存在，世间万物都不可能存在，是吧？夸克也不可能存在，生命更不可存在，任何事物都不可存在，只是虚空。所以上帝就是所有存在的根源。所以呢，大家要明白，这就是科学，是吧？这是真正的宗教，是吧？很不幸，很多宗教人他们不懂这些东西，是吧？我们称之为迷信，是吧？上帝这个存在呢，不是大家啊，像什么，跳大神一样，跳大神一样可以，所以说，创造世间万物的上帝呢，只有一个。所以说，你们像什么市场上挑东西一样挑选宗教，这简直是笑话。你们要明白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啊！了解上帝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呢，金块和我们的手指甲、我们的头发，其本质的结构都是什么？都是由夸克构成。昨天我们看到那些鲜艳的美丽的野花，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夸克，是吧？那么这个世界上 那么用这个眼光去看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就变得灰暗了，是吧？所有都是夸克啊，你也是夸克，我也是夸克。所以这次我去美国啊，过去一位非常和我要好的一个我们的职员，教会呢给我安排了宾馆，但是这位以前和我们一块共事过的职员呢，非要把我们请到他们家里。那么结婚十多年啊，没有小孩子，但是大概婚后十三年呢，终于有了孩子，生了一个女儿，可爱的不得了，
可爱的不得了。근데그집아빠가那么她的丈夫呢？她的丈夫呢？그뭐예요수족관을집에한집에是家里有养了五个大的水缸，水族馆，所以开始喂养这个金鱼。这些金鱼都很漂亮，是吧？都很漂亮。근데跟着아빠가아기를안고所以老他的父亲呢就告诉他，这是 fish， 这是鱼。fish， 我们去看 fish 好吧？我们去看鱼，给鱼喂食好吧？就天天说 fish。그래서아빠는물고기를 fish 로가르쳐주려고그랬는데얘는어떻게알아들었죠所以父亲想让这个女儿，知道金鱼是 fish， 但是小女孩怎么知道的？이쁜거는다 fish 야所以在她眼里，好看的、漂亮的都是什么 fish？ 이상구박사건강세미나한다고뭐교회뭐아那么教会呢，为了开这个健康讲座啊，然后看了漂亮的气球，也说是 fish。이쁘다는거지啊，在他的脑子里 ，fish 就是漂亮，是吧？그런식으로우리모두는과거야。所以我们就像这个小女孩的眼子里，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其实都是夸克，是吧？그래서所以呢，우리는이것을깨달으면은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이우주속에서这个宇宙啊，이루다시가뭐맨날만하나님찬다그러지만은啊，就像我们李姊妹说的见证一样，찾을수가뭐요？我们每天寻找上帝，我们没法不找这个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根源，他每天都赋予我们这个生命的能量，是吧？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让宇宙的能量成为我的力量，怎么样与这个力量衔接起来，每瞬间能够体认到这个力量的存在，让这个力量成为我自身的力量。那么为此要祷告，要读经，要冥想，让这个无形的力量成为我生命内有形的力量。所以新起点生活呢，就是让我们自身置身于这种力量当中。上帝就用这个夸克呢聚集在一起，形成了DNA 细胞膜啊，各种细胞是吧？遗传基因、碱基啊，就是各种细胞的组合，然后形成了脏器，形成了人体。그사람을딱만들어놨는데造了人以后呢，이건뭐요？완벽한사람인데是一个完美的人，却没有什么生命，없어却没有生命。그때최종적으로最终给他放进去的是什么？就是生命，生命的气息。那么这些接受生命的构建没有构成以前，再给他生气，生命的气息是没有的。当接受生命的生命气息的生命体整个构建构成以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赋予他生命的气息。人就会这样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大家要知道，学习圣经啊，不是那种石板教条的，你们要明白啊，这个道理，上帝是这般如此这般的创造了生命，吹进了生机，那么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要想象是要身临其境，是吧？所以上帝为了让我们能够超越时空，身临其境，所以给了我们想象力，是吧？所以上帝呢，你们要想象，上帝现在正在用他大能的手，正在恢复我的遗传基因，然后把异味的这个碱基排列呢重新复原，然后赋予我生命的气息，就像亚当从尘土被造成为人以后当生命的构建构成以后，上帝赋予生气，成为有灵的活人，能够认知上帝的时候，一样的这个光景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将自身置身于这个光景当中将自己置身于伊甸园当中这样这种奇迹呢，这种生命的创造呢，就在这一瞬间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그래서이생기所以这个生命的气息啊，就是真善美、믿음、信、爱、望。이것들은영원히있을것인데这一切都是그중에제일은永恒的，其中啊最大的就是爱。그러니여러분所以大家呢，믿음소망사랑信爱望영원히있을것인데是长存的，其中最大的是爱。睡吧。이런식의성경공부가아这样的圣经啊，读一百年也没有用，是吧？啊，要有感动，要能感受到生命的气息，是吧？感受到生命的信息。여러분요즘在真的就是感受到这个真善美的信息啊，进入到我的身体内，正在修复着我的。已经发生变异的遗传基因，你们要真正的去体会它，感受它。能量呢？能量呢？不断的会消耗掉。所以上帝呢，源源不断的供给给我们能量。所以这个宇宙内呢，是有个周期的。你们身体里头有周期是吧？女性也有周期，对这个周期更加敏感。28天。啊，有一个生命的周期，每28天有个生命的周期。所以呢，当我们接受从上帝那里赋予我们的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呢，然后去使用它，然后再接受，再使用它，再接受，再消耗，有个周期。这个周期是几天一个周期呢？7天一个周期。사실그주기는24시간내주기도있습니다아那么七天内还有一个小周期，就是24小时的周期。낮에는아침부터는낮에는从早上일하면서아여러가지로에너지를소모하고昼更夜读是吧？白天活动消耗能量。그다음에뭐요밤되면뭐요然后晚上呢？받아요아시죠아晚上的休息恢复能量。그래서해가뜨고就是日起、日升、日落啊，这24小时呢，这是大周期里的一个小周期。근데그24시간주기는这24小时的周期呢，是包括在这个7天为一个周期的大周期里。所以我们称之为生物，生物啊。그래서건강한정상적으로节奏是吧？节律，生物节律。所以构成我们正常人体的细胞呢，都希望能够主人为他们维持这个生命的周期。嗯，那么当在这个生命的节律当中，细胞才会真正的健康，才能维持健康是吧？所以周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24小时的周期，你们不按这个周期生活，正常的人的活动呢，应该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我的工作呢，却是晚上工作，白天下班。比如说我是这样的一个护士，那么他是不是有亏欠呢？啊，健康亏欠就大了。钱可能，收入可能多一点，但是健康，从生命的角度看啊，他受的损失相当相当大，发生癌症的概率啊是相当相当高的。为什么？你们已经学过了是吧？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在夜晚熟睡的时候，那么成长荷尔蒙会分泌的最多。睡觉休息的时候呢 ，T 淋巴最活跃，活动最活跃，与身体里的所有的病毒战斗。那么你不睡觉的话，所以很多癌细胞啊，就是癌症康复的癌患者呢，他们的睡眠很重要。그리고밤낮이바뀌면은아夜晚이밤낮이바뀌면은만병을생기만병에걸리게돼夜晚交替啊，那么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话是万病的根源。그래서所以呢，이주기를지키는一定要按照这个周期顺应这个周期生活。那么这意味着根本목적은뭐예요？根本目的是什么呢？생기를就是接受更多的生命的气息。按照生命的节律去跳动，所以上帝呢，
啊，赋予我们生命的气息啊，也是有节奏的，是吧？有周期的啊。当我们消耗掉的时候，再给我们啊生命的气息。那么，上帝给我们生命的气息的时候，在这个周期内，你为了接受这个生命的气息呢，你必须得顺从，做好什么准备？顺从这个周期的准备，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这个生命这个基础设施当中，什么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信赖，然后什么？休息，休息，是吧？休息是相当重要的。啊，这一天是上帝赋予我生命气息的日子。是一个周期、所以我们这一天呢要歇下我们尘世当中一切的劳作，然后呢这一天呢要休息，然后从赋予我们生命气息的上帝那里接受这份生命的能量。这是我最近领悟的一个真理。过去也曾讲过，但是最近我通过思想呢领悟了一个新的层次。所以说上帝每七天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安息的日子。这个安息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休息，然后从上帝那里接受生命的气息。所以整个宇宙，整个地球每七天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周期，都要喘息，是吧？给他生命的气息，接受生命的气息，这是周期的。所以我们接受生命的气息，然后一呼一吸，进行生命的循环呼吸。所以当你们过去的这一周时间呢，你们接受了很多真善美的信息，所以呼吸了很多生命的气息。明天后天毕业典礼以后，你们回家以后呢？你们在这里接受的生命的能量呢，可能很快就会耗尽。有些让你们发火的事情，让你们担心的事情，这些生命的能量就会枯竭。所以你们需要再充电。这是必须的。所以每天每一瞬间都有这种再充电，时刻让自己保持一种生命能力充满的状态。所以你们对这个再充电这个概念呢，一定要有个把握。所以呢，我在每一瞬间呢我其实每一期都在讲不同的相同的内容，是吧？只是对象不同而已，讲的内容却是怎么样？却是一样的，是吧？讲义是同样的讲义，但是内容却不同，这是非常神奇的，是吧？野花都是野花，那么仔细瞧呢，都不同。懂了吗？那么大家看，上帝呢，当我们读上帝的圣经的时候，那么你们感受到真善美、信爱、望上帝的爱。那么圣经里怎么说的呢？把这些概念呢用一个词，就是圣灵来概括。那么当圣灵配降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我们里面就会充满生命的气息。那么上帝的圣洁的旨意就是用圣灵镌刻在我们身体里就是你有了圣灵，就说明什么？你领悟了真理有了感动然后人就变得什么心胸宽广，是吧？能够包容一切他的理解力更加宽广可以饶恕一切，不再那么尖酸刻薄，然后内心有一种平安这就是包容力。所以上帝呢就有这种能量让我们能够变得这样胸怀宽广。这就是生命的能量。这生命的能量是有周期的
赋予我们，그래서하나님은매7일마다어떻게하나？所以上帝每七天让我们干什么呢？让我们休息。啊，내재계명啊，在他的诫命当中，把这个让我们休息、接触生命气息的诫命呢，镌刻在十诫命的第四条诫命上。所以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啊，不要奸淫，不要杀害杀人，不要偷盗，不要做假见证，啊。不要贪，不要贪恋，这些都是，就是做人的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原则，是吧？那即便不是圣经的上帝，就是人人应该遵守的做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吧？孔子啊，释迦牟尼啊，都曾做过这样的教诲，是吧？所以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你们可以啊。可以不偷盗，但是奸淫啊，可以时不时来一下啊，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是吧？那么这种人伦的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的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这个宇宙有生命的周期。生命的周期，啊，赋予我们生命气息的周期，啊，并且把这个周期呢镌刻在上帝的律法当中、十诫命当中。所以，赋予我们生命的气息，就是每七天，六日你要辛勤做你的劳动，然后第七天你要安息，然后来上帝面前接受什么生命的气息，进行生命的再充电。为此，创造者让我们休息，懂了吗？所以这个诫命是好的诫命吗？这诫命呢？如果你们不晓得什么价值，就不懂得这个诫命的价值呢？如果你们不晓得生命的气息的价值的话，不晓得什么是生命的气息的话，那么，安息日这条诫命呢，对你们来说毫无意义。我以前就是这样。为什么让我们休息呢？非得是安息日休息吗？是吧？干嘛休息啊？忙得要死，要做的事儿那么多，啊！但是懂得了这个道理，晓得了这个真理以后呢，啊，该赚钱的事也多，要做的事也很多。但是你最重要，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接受什么？从创造主那里源源不断供给给你的生命的气息，所以其他的事情啊，要暂且搁到一边，然后歇下来，停下脚步，然后去寻求这个用金钱也买不到的这个生命的气息啊！这些气息是源源不断的、白白的供给给我们的，不是吗？所以，啊。圣经里呢就给了我们人类一个休息的日子，这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才能赋予我们的权利，这是创造生命的特权。这个机器什么？机器电视也不是机器，电视需要什么？需要电能，是吧？汽车需要能量，油料一样。为了不断的运动呢，就需要不断的接受能量的提供，是吧？啊，这是多么伟大的信息啊！这宇宙的原理也是就是这样，是吧？所以呢，定了休息的为人类定了休息的日子，这是一个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不是吗？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重要啊！因为让我们重新思想生命的根源，接受生命的气息和能量。그래서이게이게뭐뭐유대인들이지키는뭐뭐뭐뭐안식일하고전혀다른얘기啊，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安息日的休息和犹太人所理解的安息日的休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他们知道安息日的休息，但他们不懂生命的气息。休息하는데，所以为了把焦点放在了休息上，就说什么都不去做啊，就是曲解了安息日的真谛。那天反而被他们作践成没有生命气息、充满死亡的念头，
啊，不许购物，啊，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啊。那怎么安？相互监督啊，相互批判啊，你怎么说这个啊？你不能做这个。所以犹太人变得有多么刻板呢？就是有一天，有一个犹太人啊，跑路了，发生了腹泻。犹太人呢？拉屎呢都得星期五晚上得提前拉出去，为了星期六呢安息日呢不去拉不去茅厕。而，啊，这样尖酸刻薄的安息日，把上帝赋予我的生命的气息的日子呢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啊，让人感到十分压抑的日子啊，变成了这种律法，是吧？啊，这样的尖酸刻薄的啊，宗教叫做律法主义，叫做异端，是吧？他们不懂得生命的气息，不懂得生命的本质啊，这些宗教都是异端。所以呢，啊，这个犹太人逃脱了。星期六早上呢，星期六早上他们要去会堂做这个礼拜，因为他们是从星期五日落的时间到星期六日落的时间是二十，然后星期六呢，啊，这个跑路的犹太人没办法，啊，就拉出来了。那么拉出来还情有可原，但不能做什么？啊，不能下，不能拉这个水箱。那么，拉这个水箱的水呀，啊，就是你工作了啊，违背了这个安息日休息的原则啊。真理就被他们作践成这样。那么一天要喝两毫升两升的水。那么喝两升的水，脸浮肿的厉害，但还要勉强的喝，这就不对了，是吧？所以呢，但水对人体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聆听上帝的声音，啊，来遵从上帝的智慧。然后上帝就说：“好了好了，啊，到此为止。”那么能够听到这种声音才是什么？那么什么要吃几克，什么要喝几升？不，这些数值并不重要，这些公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智慧。所以呢？大家理解了这些物质的原理以后呢，我们就明白了上帝在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能量。最重要的是，啊，只有那些构成生命要件的存在，才能接受的生命的气息呢，啊，那么这个生命的气息的本质就是真善美。如果一个汽车发生了故障，你们每天开着它走能修理吗？那么要把这个为了 修理这个发生故障的车呢，首先要让它停下来。当你们身体生病的时候呢，一旦要停下来，啊，把你们的心怀意念集中到接受生命的气息上。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的原则呢，就是休息，让大家歇下，让大家歇下过去大家所认为重要的事情，把这些担子撂下，然后呢把你们的心怀意念全都放到接受生命的气息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生命新起点生命运动。所以大家在听课的这个瞬间呢，也是接受生命气息的瞬间，是休息的时刻。你们为了赚钱这样，啊，拼命的挣扎啊，这是什么？这不是休息，啊，现在你们是处于非常好的休息状态。所以圣经说，因为是生命的气息十分重要，所以把这个生命的气息呢用很多的名词，就是上帝的恩典、爱、圣灵，用这样的不同的表现这个生命的气息。但是最最普遍的生命的气息，对我们人来说最普遍的单词就是什么呢？啊，用一个单词来概括就是什么呢？啊，其实它本质就是生命的气息。最普遍能够接受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我们经常使用的
概念就是什么福。그래서하나님이우리에게인간에게복을줬다는上帝赐福于我们，就说什么？就意思什么？就是把生命的气息，啊，赐给了我们，明白了吗？근데우리는但是我们呢？这个世上啊。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生命的气息，所以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福分。他说让你受更多的祝福，比如说赚更大的钱呢、升官发财啊，成为这样的福分了，福气了，是吧？是说他发大财了，是说哎呀有福气呀、是今天早上我看新闻，美国的주잘생긴뭐야섹시하게잘생긴美国一位26살짜리26岁一位性感的女模特呢？니콜스미스인가？尼克尔·史密斯。이모델이这个模特呢？석유산업으로돈을벌어서억만장자가된嫁给了一位石油大亨。64자기보다64살이많은比自己年长64岁的80거의뭐요？就是半截身子已经入土的一位老翁。嫁给了一位比自己年长60多岁的老翁啊，这个老人人呢、这个女人呢、都是脑子嗅到了是吧？所以这个老年呢，老翁呢生活了一年以后呢然后死掉了。그런데이노인이유서에다가这个老年人呢，在他死的时候，在遗书里，억불을니콜스미스한테给尼克尔·史密斯呢，给他5亿美元的遗产。所以他的家人呢，就提出了异议。在这十年当中呢，官司一直打个不停。那么尼克尔·史密斯成了36岁，正在打官司。돈도한푼도못받아，一分没拿到。一直在打官司，他们为了打官司不知花了多少钱，然后受的精神刺激压力也不知多少，所以就成了药物中毒。有一天在迈阿密呢，在宾馆里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掉了。有福分吗？有福气吗？有福气吗？5亿美元。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啊。那么地价飙升啊，一跃成为暴发户，有福气吗？啊，压力更重。这些啊，什么是真正的福，却不知道什么那些自认为是福，其实这不是真正的福啊。很多女孩子青睐你，这是福分吗？什么是福？他们不懂得福气就是生命的气息，大部分人都不懂，他们所追求的福其实都是缘木求鱼。所以有一些教友问我，就说李博士、在美国很多的韩侨啊都在运营这个洗干洗店，他们说啊，我刚刚开业，你为我祝福吧。是让来更多的客人啊，让我发财。我最讨厌为他们做这样的祷告。但是盛情难却，就得去为他祷告。我这样为他祷告：上帝啊，你所眷爱的仆人呢？不要让他们光顾钱，不要让他们光顾钱，只认钱。让他们不要因为生意太好，以致。失掉了健康。所以他们流着泪会说阿门。但我会为他们这样祷告，因为我懂得什么？懂得生命的气息。来很多的客人，让他发大财，这不是为他，说不定是在害他。这都是很庸俗的、低级的。那么，就是天道酬勤，只要勤劳就能致富，是吧？所以这些财务啊，那么你们不要在这种成熟的层次上去相信上帝，要在什么层次上？从生命的气息这个层次上去相信、认识上帝、相信上帝，对吧？
그래서 所以呢？그래서이복이란말이所以这个福气呀、啊，就是生命的气息。아시겠어요그거를성경어그래서所以呢하나님이생기를上帝赋予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第一天讲了豆子的故事，是吧？豆子的胚芽里边有什么？生育繁衍的生命程序。那么根茎、叶子、开花、结果，所有的生命程序呢，已经镌刻在这个豆子的胚芽里边。然后随着当生命的基础设施建构的时候，这些程序会激活，啊。会运作，会生育繁衍，一个豆子可以变成上千个豆子。那么，当上帝把生命的气息输入进去，那么这个程序会被打开。那么，让你接受有福气，就是什么？和生育繁衍是一脉相承的，是吧？那么我们看圣经。创世纪第一章那么圣经开篇就有福气撒量登场，是吧？那么这个蒙福的对象是谁呢？就是生命体。21节呢，他说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那么鸟儿要去哈佛大学吗？他们读大学吗？他们做事业吗？做买卖吗？所以上帝赐予我们的福气呢，和这些钱财是无关的。给我们的福气就是什么？让我们生育繁衍，是吧？滋生繁多。那么27章说，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那么亚当出去做生意了吗？下海了吗？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生意可做，是吧？所以让他们什么生育繁衍，生养众多。所以生命的气息就是让我们不断的生生不息上帝启动我们身体内镌刻在生命细胞里的生命程序，这道程序就是生生不息，生养众多。当遗传基因发生变异的时候，它不能再繁殖生命，是吧？它不可能再生生不息。所以为了恢复呢，就要休息。休息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什么？更多的生命气息。那么赋予我们更多生命气息的日子，大家就要休息，是吧？要抛开一切，不顾一切去休息，这一天就叫安息日，懂了吗？자그래서이건이제두번째복입니다사람들에게주는福气，是吧？给人的福气。그다음에이제세번째복第三个福气呢？하나님이일곱째뭐요나를복자나를上帝赐福第七日。그래서우리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啊。七日这个七天为一个周期的生命周期呢？我刚才告诉上帝，告诉我们七天为生命的周期。那么这个第七天呢，就是从上帝里蒙福的日子。为什么是蒙福的日子呢？因为上帝在这一天让我们接受更多的生命的气息所以六日你要劳作，然后第七天呢你要知止，在上帝面前停下来，然后呢接受生命的气息。你们虽然不懂，但是这个第七天赋予我们的生命的气息呢，其实你们这一天正在接受的这个气息，是吧？从上周日晚上开始每天每天我们都在蒙福，但是今天呢可能会成倍的蒙福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周期是上帝眷顾我们赋予我们更多生命气息的第七日，
是蒙祝福的日子啊，这是多么美妙的日子，是对你们十分需要的日子，是吧？啊，真是让我们啊、来劲儿的日子，是吧？그다음에여기이제세번째복이고这是第三个福气。세번째복第四个福气呢？구장에나创世纪第九章。하나님이노아와그아들들에게복을주시며그들에게주실때뭐요생육하여보라就是上帝赐福给诺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只要有福气的地方，就与生生不息是相关的。”那么有一个不能生育而著名的人物，在圣经里头，谁呀、啊？就是撒来，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亚伯拉罕的撒来，上帝赋予他什么？给他福气，给他生的气息，撒来自然就能什么？啊，就能生生不息了，是吧？他就怀孕了。我们看创世纪十七章。十七章十五节，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她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真的尊敬亚伯拉罕。圣经人物当中，我真的尊敬亚伯拉罕。啊，撒来啊，性格很怪异啊。我知道他为什么怪异，因为什么？笑完了以后是没笑。”啊、所以亚伯拉罕我估计啊他也他也很难受，是吧？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因为啊，撒来他的妻子撒来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呢？是一个所以说死亡的念头多的女子，是受很多精神压力，所以可能没有怀上孕吧。我猜大概是这样。我必赐福给他，让他什么？让他生儿子，让他成为多国之母。所以说，给他福气，啊，他就能够生生不息，啊，能够繁衍生命，啊，这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一贯的福气的内容，我们再看看生命记。生命记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第十三节。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只要有福气的地方，就怎么样？就人数增多。也不像你的列祖。地产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갑자기하루밤자고나면곳간에가보면가마니가열가마니는한데스무가마니된다는말입니까그게아니라예곡식을키운밀보리所以让你的五谷什么稻谷啊啊吃了这些生命的能量以后呢，让你们能够보리알아밀알을모여繁衍啊，繁衍。그다음에뭐기름은포도주를풍성케하는거예요신酒포도주병이갑자기막아니포도주청도막한데막스무병이될거래요十瓶变二十瓶是这样吗？不是的。포도꽃이많이피게让葡萄呢结更多的荔枝，结更多的果子。그러니까다뭐요생육都是和什么有关系？生命不息有关系。油是什么呢？기름병이막기름항아리가막늘어난단말이에요那么油瓶油缸增多吗？저건무슨나무예요저건这是什么树？啊，橄榄树是吧？都是和生命有关系的啊，因为上帝通过基因呢，让生命生生不息啊。所以让橄榄树，让葡萄树蒙福啊，有福气，然后生生不息。然后还有一些牛犊啊、羔羊啊，他们也能够繁衍生生不息，这就是福气，是吧？所以圣经当中所说的福气呢，只要有福气就与生命的气息相关，就与生生不息相关。希望大家能够蒙更大的福气。但是这个福气呢啊，上帝却将福气赐给了一个日子啊，这句话意味深长，意味深长。
我们认为福气呢啊，就是给什么样的人啊，好人是吧？那么好像上帝让给那些有福气的人，有善良的人有福气，那些恶人呢就没有福气、啊、让我们啊受这样的洗脑，成为一种成见。所以上帝呢说上帝的爱是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再怎么讲啊，口口声声说阿门，但是回过头来还是一场空。所以你们要从这种成见当中解放出来，摆脱出来。好了，再看，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牲畜也没有不能，牲畜也不能没有生育的、啊、所以是福气，就是生命的气息。他把这个福气镌刻在一个日子里，不光是给犹太人、啊、不只是给犹太人，不光是给守安息日的人，而是把这个啊，日子，让日子蒙福、啊、让这个时间和空间蒙福。所以啊，看看谁是守安息的人呢、啊？啊，谁是听我话的人呢、啊？就给他福分啊，不是的人呢，就不给他福分。不是这样的上帝啊，不是这样的上帝。而他把这个福气呢，干脆就把它镌刻在哪儿？时空里，一个日子里，让所有的人在这个时空里都能得到休息，都能得到生命的气息、啊、这就是上帝的没有条件的爱，是吧？所以上帝让我们蒙福气，所以说没有差别，不分你我，是赐福分啊，不分等级，是平等的。所以你们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信息。那你们会不会休息啊？当然用一种喜悦的心情去休息，因为生命的气息这一天要丰丰富富的配降在你们身上，所以要抛开万事来到上帝面前接受这份福气。这个世界呢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忙碌、啊、剥夺了我们休息的权利，那些奴隶才没有休息的权利，是吧？所以呢魔鬼呢让这个世界变得一个不断运作的机制，是吧？所以你们能够抛开万事来到这里能够休息啊，这是一个伟大的选择。所以呢你们要来到这里呢很多羁绊啊，总想什么啊往后推，是吧？也不是哪来的这个念头啊，就像我们这位弟兄一样啊，开始说哎白来了、嗯、来这干嘛呀？但是呢好像有人在背后一直在推着你，劝告着你说去吧去吧。当我希望你们能感谢这个力量、嗯，在我的背后不断的不是强制我，但是 推我向前走的这股力量，你们要发现它，感谢它、啊、别的事情你不用管，都由我来劝顾你去。那么税问题、啊、你别担心，那块地你别操心啊。当你们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啊、你们感谢的时候，你们 感到真善美的时候，你们才会真正的幸福。幸福就是这样得来的、啊、当我们感谢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看十诫命出埃及记二十章，安息日를어떻게요기억하여，你们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근데여기기억안식일을기억하여그렇게지키라그랬는데사실은이게어떻게돼있냐면원래는기억하라안식일을
原来呢是你们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那么中文圣经呢是按跟原文的顺序是一样的，当纪念安息日，主语在前，因为韩国语呢是动词在后，所以说啊，你们看英文圣经是 remember 记着，和我们中文是一样的，是吧？当纪念安息日，动词在前，所以说纪念这个动词是十分有意义的词，就是告诉你不要什么，不要忘记。啊，要记住，有一个积极性，是吧？是在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的人之间会经常纪念呢？是建立这种爱的关系的。啊，那么对那些仇恨的人，忘掉吧，是吧？抛到脑后吧。但是纪念呢，不忘却是爱的关系，是吧？不要忘记的是什么？啊。约会的日子，啊，两个相爱的人相遇的日子，你忘了不行，是吧？时间、地点，啊，说你不要忘记和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约会的日子，给我们福气的日子，让我们接受生命气息的日子，啊，就是上帝要我们和他约会，是吧？啊，他在邀请我们和他做生命的约会，所以说要守。Keep it holy. 守为圣日。Keep it holy. 就说把它守为圣日。那么守。근데 keep it이란 말은 那么英文的 keep 是什么意思呢？说好意思，说非常好的意思。굉장히좋은말이야아지갑을안가져와我没带钱包。지갑가져오신분계세요有没有人身上带钱包？啊，谢谢。자여러분大家看，우리말로이십계명을읽으면무섭습니다。哦，用韩国语说守呢？啊，是很威严的，很可怕的，是吧？그유대인식이요그게啊，这是律法式的，犹太人式的。好像不守啊，就会有惩罚等待你一样。但是用英文看呢，用汉语看呢，其实不是这样的。Keep it， 守它。Keep it， 안식일을뭐요 ？Keep 하라。啊，守住它就行了，是吧 ？Keep 이란말은 Keep 这个动词呢，在美国或者英美，只要懂得英文的人都懂得这个动词。Keep 이란말은什么是 Keep 呢？이게무슨말이에요？什么话？什么意思？Keep it， 就是带在身上。형선이또해야지뭐형선씨는몇살이요아서른살那么我们这弟兄多大？这个是三十。아예형선씨가일자리를어떻게해요这位弟兄呢下岗了，赚不到钱。哎呦，我面都没剃干净，我剃。那胡须也没有剃，胡子拉碴的。那么饿的怎么样？啊，那么人穷志不短，自尊心太强，所以呢，不向人家伸手。那么我一看就知道了。是有看到，哎呀，饿得不得了，是吧？等我一看，我一看的时候，他装着若无其事，所以我呢，打开钱包，全部새돈이돼서이게모르겠네，都是新钱哈，新钞，是新出来的韩币，是吧？所以我看钱包里呢，四万。全部清空呢，有五万元，五万韩币。然后我对，
这位弟兄，这个虽然不多，你拿着。说拿着就什么？就 keep， you keep it， 你拿着吧。就是我给你，我给你，你接着，你拿着，这叫 keep。所以上帝把生命的气息装满了，装满在安息日里，然后把它给你，你接着，你拿着就行了，是吧？这就叫 keep。这里边不存在你的意志，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日子，是吧？他不收，他客气，所以你拿着，你拿着，你 keep it， keep it。It's OK， 好的好的，没关系没关系，拿着啊，就这样。这个时候用 keep 这个动词，所以在啊英美社会啊 keep it 这个单词呢，这句话呢用的十分啊频繁普及。所以你们打车啊下车的时候呢，说零钱不用找了，比如说打出了22美元，只有10美元，给他三个十美元的三张，是 keep the change， 说零钱你拿着吧。这个是用 keep 这个动词，他就用什么？比如说 thank you， 谢谢。所以安息日呢，啊，你们要接着拿着就行。所以我们就说什么？谢了，谢了啊，就完了，啊，这关系就成立了。啊，你拿着吧。所以 keep 也是什么？要保持好。所以说守门员叫什么？守门员叫 goalkeeper， 就是不让进球，要守好。所以说给你了，这是货真价实的无价之宝，所以你们要把它保守好啊，两成的关系。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啊，你们要守安息日，好像不守的话。不守的话就要大祸临头，也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叫 retrieve， observe， 顺从，是另外一个动词，是吧？所以十诫命呢，是上帝给我们的慈爱，上帝对我们的慈爱，是他给我们的一份大爱，就是福气。他平等对我们，他不偏向任何人。所以最后呢，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20章，또나는그들을거룩하게하는거룩하게한다는말은건강하게한다는말도됩니다我将我的安息赐给他们，好与他们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圣的。那么成圣呢，就是让我们恢复创造主创造我们起先的那个样子，让我们身心健康的状态，这叫圣洁。让他们知道什么？知道我是他们的安息日。我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因为我给了你，所以你们才能拿着接受，是吧？所以成为什么？我与他们中间的证据，是吧？那么爱的证据，当给你们做一个爱的信物的时候，是随便给一个东西呢，还是给最珍贵的东西呢？所以爱的信物，作为爱的信物，他把最宝贵的他的生命的气息生命给了我们。所以啊，他把这个最珍贵的礼物呢放在安息日这个包装盒里，精心的交到了我们手里，所以成了你和我之间爱的信物，啊！这一天是不是很伟大？当我们看到这个信物的时候，我们就能体认到，至今仍在爱我们的生命的创造主。所以，我们能从他那里接受生命的气息，哦，我们的细胞能够得到喘息，得到生命的气息，啊！所以呢，所以你们。啊，当明白了创造主的生命周期，把自己归依到这个周期里的时候，啊，你们才会啊得到生命的气息。我希望大家能够牢记这个周期，然后在这个周期里头恢复生命的节律。所以呢，上帝
用安息日精心包装赐给我们的这个福气，生命的气息呢？大家要接受它，并且拿住它，并且守住它。 그래서 주인은 하나님의 원하시는 대로 按照上帝的旨意，愿我们的所有的疾病呢都能得到医治，让大家真正体会幸福。 좋으신 하나님 노래 다 같이 부르겠습니다. 你是创造主，你对我们是那样的美好，你是创造主，所以呢，你把你生命的气息呢源源不断的供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呼吸在你面前，你让我们明白生命有这样七日为一个周期的周期节律，生机为우리에게이제는중요합니다。那么除了这生命的气息以外，世间的一切一变得不再重要，我们愿领受你的生命的气息，我们愿守，你赋予我们生命气息的这个日子，愿你与在我们与你之间，有一个爱的信物，让我能够守住它。 保守它，直到永远。所以，当主这样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气息，让它成为我们健康的福气，让我们的遗传基因呢能够按你的旨意得以恢复，让我们能够生生不息繁衍生命，将主的这伟大的真理呢能够向别人做见证，成为你所拣选、所喜悦的器皿。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 예, 오늘 그 일정표를 보시다시피 오늘 오후 강의가 없습니다. 자, 오늘 왜 축복이 두 배로 내린다고 제가 말씀드렸는지 충분히 이해하셨죠? 예, 정말 편안한 시간 보내시면서 이제 오후에 그 긴 시간을 무엇을 하실까? 보물 찾기를 해야겠죠. 어떤 복이 있는지 좀 찾아야 되니까. 방원들과 즐거운 얘기도 하시고 그리고 뭐 옆방에 놀러 가셔가지고 또 더 재미나게 지내실 수도 있고요. 점심시간, 저녁시간 잊지 말고 다 예, 식사 잘 하시고 7시 30분 저녁 강의 때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 정말 행복하고 즐거운 시간 보내시기 바랍니다.